好，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讲应顺导师《妙云集》里面的《般若经讲记》哈，那么讲到是第96页，独披大圣的书生，那么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科判表哈，因为我们刚才是透过略探来劝行，所以我在想说，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被劝了哈，已经举了那么多的那个福德之大，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受持此经，对不对？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都有比那个更殊胜的福德哎。更何况书写有没有读诵为他人说，只是受持都已经有那么大的功德所以呢，希望我们能够逐渐动心，对不对？为什么能够动心？是不是也因为性空的缘故啊？我想我们不会像顽石这样如如不动，顽石也还是可动的是不是所以慢慢的能够转动我们的心愿意去怎样去受持，因为佛陀讲了这么多，其实你看他属于那种劝发奉持的那个篇幅是不是也相当的大？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去怎样去实践去实践的。那么也就是说，发心之后一定要透过修行才能够正果，一定是透过实践的过程，一定是透过实践的过程哈。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在一种劝发奉持的这个功德里头，那么刚才都还是略探，现在来广探，广探显圣，显现这个殊胜之处，所以会有正说跟教德一样，正说教德前面是略探，对不对？现在是广探，那么在正说里头呢，独披大圣的殊胜，还有呢世间所尊贵的殊胜，并且能够转灭罪业的殊胜，能够受持此部经典的话，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的这个福德是不可称量的，所以在第96页。释迦牟尼佛又继续对须菩提说：“以要言之，就是说，总而言之世经呢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的功德。那么如来呢，就是为了发大乘者说的啦，属于大乘根基者来讲的，因为他这个是不是属于大乘佛法并不是以这个解脱为主的声闻法不是，因为这是出奇大圣的经典，般若经而且呢是为发最上圣者的来说的法，那么如果有人能够受持读诵广为人说，那么如来呢悉知世人，悉见世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有没有？这里如来不断的一直在讲他悉知世人跟悉见世人，为什么？因为如来是不是在成佛的过程当中，就是用般若道跟方便道的缘起性空的法则啊？我们现在所用的就是这个东西，对不对？一切现象不过只是怎样因缘和合而生，然后呢也会因缘离散而灭，为什么？因为性空的缘故嘛。所有的一切因缘法是不是都是平等平等的？就透过这个法则，这种法则，所谓真理的法则，它是不是通彻一切？超越了时空、时间，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还是如此，这个地方如此，这个世界如此，其他世界是不是也如此啊？他方世界也如此。所以呢，不止我们此方的世界的佛陀能够悉知世人、悉见世人，还诸佛是不是也都可以悉知世人、悉见世人呢？是因为我们怎样，是不是用同样的甚深的法义，法性空慧来完成什么成佛之道的？那当然，刚开始的这第一个，最前面的一个起步，不就是从发心菩提，然后怎样福心？如何的福心？是不是还是透过般若道？而到明心菩提嘛，完成第一个阶段，所以前面的第一个阶段是最重要的。我们前面的阶段没打好基础，后面是不是就不可能达到？所以呢，前面呢，那么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整个重点几乎在前面，尤其我们还是凡夫众生的时候，我们的第一阶段是不是对我们来讲更重要
第一个阶段能够走得正确，走得这个比较顺利的话，是不是才有机会踏上另一个阶段？从世俗地而到什么圣义地上的？因为到明心初到菩提到什么究竟菩提，是不是第二个阶段了？叫做方便道嘛，哈。好，所以呢，我们只要能够受持读诵，广为人说，那么如来就能够跟我们怎样心心相印哎，对吧？能够每我们的每一个念头都能够跟诸佛来怎样相应相起，所以如来就能够悉知是人，悉见是人了。而且呢，来摄持我们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的功德。因为透过性空打破了无数无量的什么界限，才可能成就佛道的。所以如是人等呢，则为赫丹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子才能够怎样赫丹如来迦叶。如来迦叶呢，就是要怎样呢？以弘法为家务，以利生为事业，这是不是要很大的承担呐、这个是属于少壮如果以人做比喻的话，是不是要属于少壮时期的那种承担的力量啊？要弘法利生，对不对？要去承担如来的什么这个家务跟事业呢？为什么这么说呢？何以故？须菩提，若乐小法者，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如果呢，我们是属于这种小乘声闻根基者。叫做乐小法者，什么叫乐小法者呢？就以自我为主，只求自我解脱也相当有，也要相当有什么智慧那但是这种都还属于比较小的智慧比较不够宽广的智慧那么就会乐小法。为什么会乐小法呢？都往往怎样以自我为出发的缘故。还是着在什么？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呢，他也会着什么？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呢？那么属于小乘声闻根基，只想要自我解脱来讲的话，那么表示跟这样子的法门呢会不相应、不相契。所以呢，于此经典呢就不能听受，听了之后很难接受，那很难接受就不会去读诵了嘛，对不对？不会去读诵，那怎么可能去为人解说？会觉得怎样与他无关哦？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跟这部经典的相应相契其实都还得要属于什么大乘根基者才可能。所以我们说这部经典以般若经典来讲的话，是如来为什么为发大乘者来说的，为发什么最上圣者来说的嘞？都比较属于什么大乘根基者来说。才可能跟这部经典来怎样相应相契，所以这个叫独辟大圣的什么殊胜之处。第二个呢，它属于世间所尊的殊胜。在98页，释迦牟尼佛又对须菩提说：“在在处处若有此经，只要有这部经所在的任何的地方、任何的场所、任何的时间来说的话。”那么，所有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只要有这部经在的地方，其实呢，属于世间的三善道众生，那么也就是说，只有三善道的众生呢，才懂得要供养，对不对？才懂得这部经典的什么尊贵之处。所以呢，当知此处，则为是塔，皆因恭敬坐礼围绕。以诸华香而散其处那么就要知道呢，只要有这部经典所在之处呢，那么就如同什么佛陀的舍利塔在的地方因为这部以般若经典来讲的话，是不是都在显现佛陀的法身呢？法身是不是也是一种舍利也如同什么舍利塔一般。我们说，在佛陀入灭之后呢，那么其实，在原始佛教，还有部派佛教的时期是没有佛像的，
都用什么舍利塔来代表佛，代表佛陀的存在。那么我们说到大乘佛教的时期，是不是以法宝为主啊？只要有般若经典的这样的法宝来讲的话，也如同什么佛陀的舍利塔一般，因为佛陀的舍利塔是不是就代表了佛陀的存在、佛宝的存在？啊，所以呢，都如同什么舍利塔一般的这种尊贵，所以都应该要恭敬坐礼来围绕。啊，因为在初期大乘之前，啊，只要看到有舍利塔。那么以佛弟子来讲的话，都要怎样？都要绕塔，啊，都要恭敬围绕，啊，坐礼，啊，那么还要用什么香花，啊，那么而善其处，啊，供养舍利塔。所以呢，我们也一样，啊，要供养什么？般若经典。那如何最好的供养？就是要怎样？受持读诵，为他人解说，啊，而不是拿来当塔在那边绕啊。而是应该怎样？每天都拿来怎样诵持、读诵、受持，为他人解说，这个的福德是非常的大，而且呢，还要能够去实践，啊，要调整我们的凡夫心，才有机会超凡入圣嘛，是不是？啊，不仅自己有机会能解脱，还能够怎样帮助众生解脱。哦，来帮助众生解脱，啊，成就很多的菩萨。那么我们说所谓的未来佛，是不是都是透过菩萨道，啊的实践成就而完成的？好，所以这个也是什么世间所尊贵的殊胜，啊，所以我们说世间所最尊贵的无非就是三宝嘛，啊，那么。像般若经典这种大乘经典更是，然后只要有法宝的存在，其实如同什么三宝的存在，啊，才有机会能够照亮这个世间的什么无明烦恼啊，因为这些都是不是透过着相而来啊，要去破除着相，那么是不是就是透过法性空慧啊，透过性空啊来打破的，所以它属于世间最尊贵的什么殊胜。好，那么第一百业的地方呢，转灭罪业的殊胜，啊，所以呢，释迦牟尼佛继续啊说，复次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么能够受持读诵此经来说的话啊，若为人轻贱，世人先世罪业呢，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那么也就是说，当我们来受持读诵这部经典的时候，却是呢被人怎样轻贱，啊，也等于是遭人家的这种这个侮辱啊，或者被人家所瞧不起，啊，那我们会觉得奇怪了，啊，我们这么样子的用功去受持读诵，竟然是获得什么业障的现前呢？为人轻贱是不是也是这种业障啊？那说实在呢，这个叫做重罪轻受。也就是说，这个人其实啊，宿世，因为我们有无始的过去世嘛，对不对？啊，我们的先世，也就是说我们的过去世当中呢，有一些比较重的罪，什么样的重的罪业呢？是要堕到恶道的这种重罪业，得以怎样轻受？轻受成什么？只是为人轻贱，那是不是已经很轻了？而不会怎样堕到恶道里头去？堕到恶道是非常，实在就非常麻烦了，是不是？因为很容易失去了我们的什么法身慧命，啊，因为堕到三恶道都要怎样？等到这个业尽报息了，才能够回到人间呢。哦，那个是重业啊，那能够读诵这部经呢，让我们怎样重业轻受？为什么能够重业轻受？哈？也等于说，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么重的业呢？主要还是透过什么着相而来，因为我们着相是不是就会起嗔恨的心？不仅嗔恨的心、贪欲的心、愚痴的心，是不是都不断的起来啊？啊，我们的恶心恶念造了很多的恶业而不自知，啊，那这个时候，因为我们透过了法性空慧的时候呢？我们在法性空慧的关照当中，我们说我们是不是有很多无始劫以来的什么自性妄执的这个部分呢？
好，我们自己会升起什么惭愧的心，啊，知道自己的不对，不断的希望能够放下这些杂染，啊，那么也表示呢，从法相转入法性的时候，是我们智慧的显现。那智慧的显现有一个特质呢，就是怎样从无明而转为明，从染而转为净，直接从什么第七意识。我们的第六意识是不是去教导了我们的第七意识的那个染浊的程度啊？啊，所以呢，本来第八意识里面的这种比较重的啊那种恶因，所要结出啊比较重的业，还要经过第七意识的染浊，是不是更加的恶啊？可能会堕到三恶道。但是呢，我们因为啊透过波瑞，啊透过波瑞，其实。才有机会去针对我们的什么宿世劫以来的这个杂染的部分呢，转染成，因为我们愿意放啊，啊，知道自己的错，所以我们说这种往内的这种深层的关照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一直在往外，我们的六识六根是不是一直往外去攀援呢？啊，就会起很多的无明烦恼，反而更加重什么我们的那个重业的显现嘛。对不对？现在我们不但比较不往外去的时候，我们往内去收摄，啊，而且呢，我们的第六意识是在导我们的第七意识要去转业啊，啊，转染成净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重业是不是会跟着转？啊，能不能转？还没成熟之前都能转，还未成熟之前都可以改善品种。移花接木嘛，是不是？哦，多熏一些善根因缘种子进去啊，啊，那么那个果报呢就能够得以转化。为什么能够转化？因为性空的缘故哎，就因为性空的缘故嘛，是可转的。还未结果之前，都还来得及转。但是来不及转的话呢，我们是不是就要接受啊？就是接受，啊，所以我们说所谓的在忏悔上啊，有事相上的忏，也有什么理相上的忏，啊，事相上的忏，我们可能可以比方透过诵经礼佛拜忏，啊，那么借着大众威德之力，也是一种忏除业障的方法。之外呢，就是在理性上、理则上的思想上面的忏。因为那直接会影响着我们第七意识的那个杂染问题哈，它的那个转化的能力也是很强的，啊，所以呢才能够怎样重业轻受，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奇怪的，我们这么用功，已经下了这么多善的因缘种子，怎么还是被人家糟蹋，是不是？被人家侮辱啊，受人家的什么轻贱啊，似乎是什么业障的现前，但是我们要知道，这都还是什么？重业轻受，啊，因为过去是所造的那个恶业太严重了，啊，是一种重业，照说是应该堕到恶道里头去，但是只啊所呈现出来，却只是现在世人的什么轻贱而已啊，这是不是已经变得非常的微小啊？是不是宁可如此啊？啊，所以呢，先是作业呢，则为消灭，这样子的话就有机会怎样？能够消，我们常讲说什么叫做消业障？是业障要现前才能消啊，啊，业障没现前，它只是它会怎样？会随眠在里头哎，它还没发生力量，啊，虽然还没呈现，但是不表示它没有，但是一旦呈现了，变现出来，这个种子才会消除。种子在里面不能无因无缘的消除，一定是变现出来，啊，变成果报体，它才消除的。啊，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消业障的方式，啊，那当然最好就是重业轻受嘛，对不对？啊，是因为呢，透过智慧，啊，让我们从无明转为明，从什么杂染转为清净，啊，所以呢，当得六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自然呢，能够在这个菩提道上呢，啊，能够不退转，因为我们理解了这些，是不是就愿意接受啊？啊，是一种比较净化的心跟什么强化的心，来接受这一切。啊，我们不会去再去怎样去这个怨天尤人，啊，怨天赌地，这些是不是都没用啊？那个反而增加了什么业障啊，加重了什么恶业
所以唯有从自己本身，的忏悔，知道这个是我们自己所造过来的哦，真的是我们自己所造过，我们真的不用去抱怨别人，不要去升起什么嗔恨的心。所以，释迦牟尼佛不就这样讲吗？在割力王节节肢解的时候，你看有多痛苦。如果他是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着相的话，是不是应生嗔恨呐、啊？纵然是500世仙人都还会，那种当我们真的没办法去升观因缘法的平等性的时候，没办法往内收摄的话，往外一定会碰到对象。往外碰到对象的时候，我们就会起嗔恨的心，那是不是反而增加了这个恶业啊？反而增加了恶业啊！所以呢，能够受持读诵。此经为，那么来为他人说的福德，都还可以转灭什么罪业的殊胜，而且呢，这也是什么世间所尊贵的殊胜，并且呢，这也唯有大圣根基的殊胜，小圣根基都还无法接受这样子的经典，因为这个是非常大圣的经典，是为这种我们发菩萨心的人，因为六度万行里头是不是般若为道啊？完全是为大圣的菩萨到来，佛陀为大圣菩萨到说而来所说的什么法？所以这也是这部经典的什么殊胜之处啊！所以广叹显圣嘛，然后再接着呢教德，前面是正说，有三个特质，对不对？然后呢教德，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对须菩提说。我念过去无量欧僧祇劫我们都有无始的过去式嘛。那么佛，释迦牟尼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有没有？在燃灯佛也等于是他的什么七地菩萨地的圆满之前呢，那么他也曾经得值84000万亿那由他诸佛悉皆供养成是无空过者呢。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累积了相当，无量无边的宿世善根因缘，不止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有没有？所种善根，而且在千百万亿佛之前，怎样，都种过善根尤其这里都还讲到，是84000万亿那由他诸佛呢，已经不知道经历过多少的佛。对每一个佛呢，他都怎样悉皆供养成是，那么也等于说是都修了相当的什么供养的这种功德，没有哪一个佛是他空过的，几乎一不断的去怎样，一方面去遇到了，而且还去怎样去发过心，去修行过的，所以呢，这个也是释迦牟尼佛他所累积的福德因缘，才能够蒙佛受记哎，不然都蒙佛受记，这是不容易的，已经完成二大欧僧祇劫好，那么若复有人，如果有些人呢，那么于后末世，于将来也一样能够怎样受持读诵此经所得的功德，那么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呢，百分不及一。百千万分呐，也就算喻算术譬喻分所不能及，有没有？也就是说，佛陀他自己也讲，他过去所造的功德，是不是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他的无量无边？但是如果有人只要在从现在乃至未来，能够受持读诵此经所得的功德，都还比释迦牟尼佛所供养诸佛的功德来说的话。那么都还千百万倍过，释迦菩萨所修的功德呢？因为前面所修的功德呢，难免还是有现象上的，因为这碰到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这些，是不是还是在相上啊？但是我们能够受持读诵此部经典来讲的话，完全是透过法，尤其是什么甚深的法义。尤其是透过法性空慧，来引导着菩萨的六度万行来成就什么无量无数的未来佛，
这样的功德是不是更加的大啊？所以呢，可以说比释迦菩萨的所修的功德是不是百倍、千倍、万倍、千万亿分倍，乃至都还不是算数能够怎样算得清楚的啊？因为呢，它是没有边际的，是无量无边的啊。所以我们说，诸供养中，法供养最啊。法的供养呢，是最为可贵的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不断地讲这些，无非就是在打动我们这些凡夫菩萨的心呐、是不是？真的，越读就会越觉得，真的，诸佛菩萨的那种苦口婆心，是不是？无非就是希望我们真的，因为我们身在凡夫地上，我们很多不理解的地方，不懂的地方，因为我们好像在山脚下一样，我们不知道上面的情况呢。等人家都已经登到那里，回头看是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常说，我们果位低的人没有办法去论果位高的人，但是果位高的人回头看我们这些果位低的人，是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回头他会不断苦口婆心说，能够上来，能够上来有多好啊！也不会来跟我们争辩什么，而且会不断的怎样附属我们，对不对？来护念我们。所以这个要有相当善根福德因缘呢，才能够。由诸佛菩萨来摄受我们嘛，对不对？那也要我们自己的本身的心能够跟佛陀的心能够相应相契，是不是也才能够摄持得到？那这种如何相应相契，其实我们说受持读诵这部经就非常的重要。随时随地，只要我们愿意，每天日积月累，积沙成塔，这种功德实在不可限量。有没有人能够来限制我们呢？没有，也不用说我一定要花很多的钱买很多的七宝来供养，不用，是不是？法宝，无限的法宝，真的是无限的法宝，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愿意，都可以获得这种至高无上尊贵的法宝，是世间的什么尊贵之处，也是唯有大圣行者才能够接受的，对不对？乃至我们都还可以怎样转灭我们的什么罪业呢？所以呢，最后嗟叹难思最后终结呢，就是在赞叹这种不可思议难能可贵之处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就对须菩提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呐。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的功德，所得到的种种的功德，无量的功德，我若据说者，或有人闻了，心则狂乱，狐疑不信。因为佛陀要把它具体说明来讲的话，那种的无量无边，尽虚空界的这种无限的功德，说实在呢，对一般人对小心小量的人，实在容受不起。所以一般人一听闻呢，心就会狂乱，因为他装不下去了。溢出来的，他简直会怎样呢？狐疑不信。因为小的容器是不是装不了大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真的是透过波瑞而不断地去打造我们大的容器呀，是不是？我们本来小心小量的这种凡夫目光如豆的这种眼光，是不是都要透过性空来打破？打破这些界限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等于是我们有机会来打造自己的所谓的什么修行的法器，为法，是不是？那个器皿是不是要越打越大啊？也就是我们的心量要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才可能进虚空界嘛。所以呢，如果对一般人来讲的话，一听闻，心则狂乱，狐疑不信呢，很难接受，因为没有办法去想象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功德。所以但狐疑不信，他可能又回头毁谤了，因为愚痴的关系，因为在现象上他实在想不来。所以可见这个功德大到什么样的程度啊！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就讲须菩提。当知是经义啊，不可思议啊，果报义不可思议，有没有？这部经典的那种甚深法义本来就是不可思议，而且这个真的是甚深法义。
哦，甚深的法义啊，这种甚深的法义，让我们能够怎样呢？从世间法而出世间法，能够解脱，能够涅槃的人。哦，那菩萨不过就是扩大什么，帮助众生涅槃的那个量而已啊。啊，到究竟而成佛，所以这样子的，经典本来就是不可思议的哈。那么而且是果报，哦，福德果报因缘是不是也是不可思议啊？但是那个不是我们所要去追求，那个是不是自然而成的？啊，所有的福德果报其实是自然而成，不是我们追求得来的。啊，所以呢，我们说菩萨啊，透过波瑞应该要怎样不住相，还是要不住相？啊，如果我们还是住相，是不是就像这里讲的，若有人闻心则狂乱，狐疑不信？啊，一般人就是这样。为什么会心则狂乱，狐疑不信？因为住相的缘故，会觉得不可思议，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啊，因为功德实在太大，啊，大到那个程度，啊，不是一般凡夫众生小心小量的人所能够想象得出来。好，以上是什么？般若道，般若道。所以般若道啊，要花很大的精神。那到方便道的时候，只不过是它的怎样成熟的。哦，一样是不是也要透过发心修行到正果嘛？哦，只不过呢，前面发的是什么世俗地上的心，哦，在世俗地上的什么修行，而获得的是什么圣义地上的明心，帮助我们从世俗地到什么圣义地。那么，后面的方便道就是在圣义地上的发心，圣义到地上的什么修行，到圣义地上的究竟什么涅槃。成佛，对不对？两个阶段而已啊，二道嘛，啊，所以后面可以比较快一点了，因为前面跟我们凡夫众生的那个因缘是不是更深一些啊？啊，因为我们都要从什么方从般若道开始的，好，所以呢，第二个部分方便道的次第啊，所以呢，开示次第啊，那么也透过请法啊，请法，所以从请问这里开始啊，所以尔时。须菩提啊，又再一次的啊，对佛陀请法说：“世尊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有没有啊？这个都是怎样？是明心菩提的状态了哦，是圣义地上的什么发心菩提？有没有啊？发心菩提啊，所以再一次的请法啊，那么还是一样哦。”要还是要能够怎样安住身心，是不是？也还是要怎样降伏其心，才能够度过生生世世无量阿僧祇劫的这个生命流转的过程啊。所以佛陀呢就回答啊，那么在答说里头是不是也就分了明心菩提啊、初道菩提到什么究竟菩提啊？好，那么在明心菩提这里就写到，就讲到什么真发菩提心有没有？真发是什么意思呢？圣义地上的，真实义上的，对不对？圣义地上就是已经出世法，也就是什么真实地上的法，而不是只有世间法的发心，所以佛陀呢就告诉。啊，须菩提说：“若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我们说，这个就说，般若法是不是都是佛陀为发什么最大圣心者来说，最上圣者来说的啊？所发的都是什么成佛的大心呢？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嘛，哈。那么当生如是心，哈，应该要这样子的来发心啊，要生住如是的心。啊，什么样的心呢？啊，我欲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有没有？啊，前面的这个我说实在还是方便说的我啊，是不是我向上的？啊，我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的愿也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什么样的现象呢？就是我能够灭度所有一切众生。前面讲得很详细，他是不是要灭度所有的什么三界的众生，对不对？哦，从他生的什么产生的方式有没有啊？什么卵生、胎生、湿生、化生之类的，对不对？从有想无想来看，然后从有色无色，对不对？好，那这里就直接
啊，因为这个是胜于地上的发心，所以他就说：“我当灭度一切众生，在现象上是不是有灭度众生的那种大的心愿？但是呢，在灭度所有一切众生完毕之后，其实呢，回头想一想，啊，是不是还是实无一众生，实灭度者啊？为什么？因为法性空慧的缘故，是不是还是性空的？啊，虽然有这样子的相，但是。”那种所谓的菩萨、大菩萨、圣贤菩萨，好，或者菩萨摩诃萨以上呢，这要高标准要求了。他自然其实也是高标准的看待，因为他的高度本来就不一样，对吧？跟我们刚开始的凡夫菩萨所发的心是不同的。哦，他已经登到一个高度的时候，他所看到的是不是就是平等的众生啊？哦，没有哪一个众生是固定不动的，一定是被度化进来，或者一定没有被度化进来，是不是也都是什么？所有因缘法不断的在怎样排列组合？这个是不是也道尽了所谓的什么法性空慧啊？这是不是也是还是在讲法性的部分呢、啊？性空的缘故，所以实啊、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有没有？这样知道吧？这是不是在讲法性啊？是有法相的。啊，是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在法性上是不是还是空的？啊，为什么空？因为否定了什么？实有性嘛。哦，也否定了什么？独存性。所以这里说无有一众生有没有一？是不是在否定那个独存性？啊，也否定什么？不变性。这样知道吧？所以用实啊，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这是不是在讲法性？啊，好，为什么这么说呢？须菩提，啊，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则非菩萨。如果我认为我度了很多的众生，或者我发愿度100个众生，还是1万个众生，还是10万个众生，这样是不是着相的菩萨？数量本身是不是相啊？是相啊。啊，真正的菩萨。啊、哦，这种果位高的菩萨从来没不着那个数字，也不着相，为什么？因为性空的缘故。啊、哦，所以呢，菩萨啊、哦，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话，是不是则非菩萨啊？尤其他根本就不算是高标准的菩萨了啊、哦，充其量也不过就是我们这些凡夫菩萨而已嘛。我们凡夫菩萨是不是难免有时候会着相哈？哦哎，有时候看人多很高兴，人少很难过，这是着相。所以我们说《心经》一直告诉我们要不增不减，对不对？增与减是不是它还是很平等的啊？增不用高兴，减也不用难过，才可能持久，对不对？才可能持久，因为不着相的缘故。我会觉得，哎，佛法的弘扬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就会去坚持嘛，就无所谓现象上的啊。的这种，不然的话，我们是不是很容易被阻挡啊？其实不是被别人阻挡，是被我们自己的心给阻挡，着相的缘故。好，所以呢，这里讲到所以者何？为什么这么说呢？须菩提，实无有法发了多罗三藐三菩提呀，三菩提心者有没有？其实是实无有法，到底要如何的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不是无有定法？那么如果属于第一个阶段低标准的发的方式呢，往往难免还是住相的，这是可接受的，对吧？因为毕竟还是果位低嘛。但是现在所讲的是不是果位高的，已经明心菩提了，哎，是不是？已经是明心菩提的状态，已经证得什么涅槃的境界，乃至到不退转的境界的时候呢？那么更是无有定法的，这些大菩萨们他们的发心的方式是不是也不是我们凡夫众生所能够想象的？总说呢，他们一定都是发一种非常平等的心。凡夫我们才发不平等的心呐、啊，是不是？现在因为是在讲什么明心菩提的这个部分了，是不是第二个阶段了？第二个阶段的发心哦。所以呢，这才叫做真发菩提心，在真实地上的发菩提心。是与什么诸法实相相应之后的发心。我们凡夫是不是都还未证得实相啊？难免还在世俗的现象上。
啊，所以呢，这个部分要求是不是比较高一些啊？叫做正发菩提心。好，那么第二个部分叫做分正菩提果，啊，分正菩提果。好，所以呢，在我们106页啊，释迦牟尼佛就对须菩提说：“于意云何？”啊，那么就要讲到过去啊，如来呢，在燃灯佛所呢，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啊，过去啊，释迦牟尼佛确实在燃灯佛所呢，怎样蒙佛授记，是不是？蒙佛授记说你将来必定成佛，必定成就所谓的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嘛。啊，是会有这样子一个现象，但是无有定法呢，对不对？所以在问说到底有法吗？其实也等于是在问是有定法吗的意思。啊，其实是怎样？是不无有定法啊？啊，每一个大菩萨啊，蒙佛授记到成佛，说实在都各有因缘呐，是不是？啊，所以须菩提就回答：不也，世尊。啊，其实是无有定法的了。啊，就如同我所理解佛陀所说的这种甚深法义来说的话，佛于燃灯佛所有没有？啊，在那种状况啊，蒙佛授记的这种因缘之下的话呢，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里的无有法，为什么说无有法？因为性空的缘故。是不是因为性空的缘故，也可以说无有法？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啊？有那个现象，但是那个现象是不是也还是不稳固啊？能够缘生，同时是不是一段时间也缘灭了？我们现在也看不到了嘛。啊，而且呢，还有一个说，诶，还有一个方式，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叫做无有定法。所有的蒙佛授记的大菩萨，是不是都无有定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可以叫做无有法。这样知道吧？哈，所以这个都是在讲什么法性空慧的法，对不对？都有一个否定式符号的法，是不是？所以我们说，我们看到过否定式的符号的法，我们是不是就要想到就要升观因缘法的什么平等性啊？啊，所以佛陀呢就回答说：“哦，如是如是啊，确实没错啊，须菩提确实是怎样解空第一啊，是不是？啊，最理解什么甚深的空义啊？”确实哈，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然后说得的法，它不是实有不变的，也不能，也不是说是独存的，它是不是也要缘生缘灭啊？是不是还是性空的？只不过呢，名相上说啊，这个如来啊，释迦菩萨呢，蒙佛授记而已啊，对不对？是不是只是名相如是说啊，假名而说啊？好，所以释迦牟尼佛又继续对须菩提说：“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来讲的话，如果真的是有那种不变的法，由燃灯佛来授记释迦菩萨能够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来讲的话，那么燃灯佛呢就不与我授记，就无法授记，无法这个预测未来了嘛。” 就给你一个东西就好了，你说马上就得了。好，那么意思就是说，所谓的蒙佛授记，并不是给他一个什么东西，而是只能说预估说啊，你将来在什么时候啊，什么世界里头成佛，你有什么样的佛号？为什么会有这个佛号？是不是跟你行菩萨道的那个德行有关系呀？所发的愿有关系呀？啊，因为你已经怎样呢？解除了具生我执的缘故。所以呢，将来啊，势如破竹啊，剩下的只是怎么样？这个变一生死生而已，必定成佛，这是可预估的，啊，这是可预估的啊，必然水到渠成。如果说真的有个东西给他的话，那给他当下不就表示他成佛，就不用去预估了嘛，是不是？啊，所以如果是有一个东西可以给，那么燃灯佛就没办法给他受记了。啊，那么也表示说，燃灯佛给他授记，如何的授记呢？就是说，告诉他怎样如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其实也不过只是一种预估，啊，告诉他啊，你这个，已经到了什么七地的圆满了，具生我执已经消除了，你必然会得，啊，会成佛的，啊，而且呢，这个佛号都已经有了他的什么名号在了。啊，
所以其实只是预估，只是口头上说而已。当然这种说，因为所谓的如来，它本身是实于者，有没有？如于者，不异于者，不妄于者啊，是吧？也是真实于者啊，燃灯佛绝对不是随便说说，对不对？这个也是佛陀他本来就可以见到非常遥远的未来，啊，当然以凡夫来看的话，因为我们一直不断的变，所以佛陀不会很早来授记我们，因为我们那个变化是不是太大了？因为我们的具生活只会让我们变化无穷啊，无法预估，还不知道多久。但是，一旦如果具生我执能够解除的时候，第七意识能够没有作用的时候，必然成佛，那是可预估的了。啊，反而可以预估。所以说，因为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关系，也因为没有实有的法才能够受记也才能够受记哦。啊，那如何的受记呢？其实不过就是作是言嘛。啊，做什么样的言语说啊？如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哦。啊，不是传了，不是密传了一个什么法，或密传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宝珠之类给他，不是，不是，不是那个东西哈，只是预估而已。啊，因为水到渠成嘛。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所谓的如来者呢，即诸法如意呀。啊，是要与法义是不是要能够完全吻合、契合？啊，法相与法性是不是完全吻合啊？我们现在是不是法相跟法性不大吻合啊？法性平等，法相又不平等啊？什么时候那个契合啊？涅槃的时候，证得涅槃的当下，刚开始只小小的契合，focus 好不容易调准了那个焦距啊。哦，相机焦距调不准的时候，照出来都模模糊糊的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其实是模糊的状态，法相法性好像两回事。到超凡入圣的当下，为什么是涅槃的境界？就是法性跟法相透过性空而展现出什么？相空。那个相机的焦距好不容易咔嚓，只是咔嚓一下，时间很短，啊，好不容易照到一张清楚的照片，啊，我们现在是不是有点模糊的照片？哦，法性很平等，法相不平等，模糊的照片，有落差的。啊，在涅槃的当下呢，首先先咔嚓一下，到成佛的时候，是不是到处随时都是法性法相完全吻合的，叫做诸法如意。啊，法性法相是不是透过法性空而显出什么相空，是完全吻合的状态，叫做如来。啊，所以说如来者呢，啊，即诸法如意嘛，啊，所以如果有人说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话，那么须菩提啊，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绝对不会是因为有实有法的关系才得，反而是不是要否定？我们是不是一直透过否定实有法的这个部分呢、啊？说要否定实有的那种主宰性、什么独存性，还有什么不变性？是不是透过这些才有机会能够怎样？透过法性，透过性空而怎样相空嘛？好，所以呢，没有实有法的哦。好，所以释迦牟尼佛就说：“须菩提，如来所得的这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来说的话，于中于世中呢是无实无虚的。好，说。”也就是说，似乎我们会觉得好像有虚有实，但是实际上呢，说实在无实无虚的哈。也就是说，这两者来讲的话，其实还是不落两边。所以，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啊。所有一切法来讲的话，是不是都是应该要吻合佛陀所说的法啊？但是呢，须菩提啊，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有没有？所说的一切法，说实在，是不是都还要缘生缘灭的缘起法？好，那么也就是说，所有一切法是不是都由佛陀来说法？也不一定啊。有佛陀在的地方的世界，是不是由佛陀来说法？那有些世界是不是没有佛陀啊？佛若出世，若不出世嘛，法性法界法住啊，对不对？法依然是存在的，不一见得有那个因缘由佛陀来说法呢。
啊，只是我们如果有善根因缘，我们有佛法的种子的话，那么我们就有机会由佛陀来为我们说法，才叫做什么佛法嘛？哈，所以所言的一切法者来说的话，是不是佛法？那么是不是也透过缘生缘灭的什么缘起法？哦，它是无有定法。啊，所以说即非什么一切法，因为怎样性空的缘故嘛，是不是性空的缘故？啊，因为宇宙万法当中呢，不是所有的世界都有佛陀，所以我们说我们到底我们的来世去哪里？啊，去哪个世界？还是再来人间？我们还没搞清楚的时候，起码要发个愿到什么有佛法的世界哈。啊。我们还不知道是该来人间，还是去刀立天，还是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到东方极琉璃世界。起码我们要发愿到有佛法的世界，才有机会再听经闻法。所以所谓的一切法，它是不是只是名为一切法而已啊？是不是还是合乎什么缘起性空为名？好，好，我们就先讲到这里。阿弥陀佛。